好，就假装没有存在就可以。你是说这个展桌开始？对 对, 對，就只要讲刚刚你说的那一个。Small but powerful。对，故事要重讲吗？等一下，没有那个地方没关系。好，就是我们从抽象的凝视这件事情带到初步，我们看到的这个展场有鹅，第一次有鹅的出现。那鹅的出现呢？原本的故事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常常说，我的电脑 bug， 然后或者我的程式 bug， 但是大家从来都没有去探讨过 bug 是什么样的东西。对，为什么都说 bug？ 对，为什么都说 bug？ 然后大家也很自然而然的就说，哦，就是大家都这样讲，然后所以就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去观察，就是应该说没有去想要知道这件事情。蛮想知道的，所以我才蛮想知道的，就是在日常生活还没有这个鹅展的时候，对，大家都会觉得哦，就是 bug 啊，就是电脑 bug 啊。但是我们在策展的过程中，我们也是因为策展，所以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 bug 是一只鹅，真正的一只鹅，不是一般的虫，对，不是我们认为的认定的那个 bug， 对对对，原来是一只鹅，真的，对，然后。这样子的，这样在这样子的策展过程中，因为这个小品是非常有趣的，所以我们在这张展桌上就简单的输出了，就是我们 A1 大小的纸张。那我们展场里面全部的。